常夫人，贵府那点事儿我都听说了。怎么着，老常在外面养的那个小子还要跟你们打官司分家产？哎呀，可不是嘛！你说这民国还有没有王法？哎呀，还是我们那个时候有皇上好，君臣长幼父子啊，都有个规矩。现在倒好，全乱了套。哎，在外面养了一个卖艺的丫头，她也敢请律师跟我们常家分庭抗礼，她要打官司。八爷，你可要替我们娘俩撑腰啊！哎，闪开闪开。甚至虽然常世勇脸上那个过字确实是他所写，但常世勇并非死在自己手上，他必须尽快调查清楚这件事。现在常世勇的头颅突然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这到底是谁干的？其用心到底是什么？徐查理感觉自己面前似乎升起一团迷雾。爹啊，爷们儿，扛住喽！去，洗把脸，清醒清醒。待会儿林探长肯定会有话问你，啊？我陪你去洗手间了。爹啊，徐大律师，你说我爹他到底得罪谁了呀？这是，啊？这人头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啊？常公子，你放心，林探长一定会帮你找到凶手。你这……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娘，这故事真好看。请节哀。谢谢上小姐关心。这位是？怪我，这位是震天门上一代女儿喜宝。
西宝，没事吧？姐姐，我好害怕。自从你来到江州之后，就没发生过什么好事，所以我认定你不是什么好人。没有。姐姐，你真的误会了。刚才有个黑衣人，他想袭击我，是徐律师出手救了我。谢谢你，徐律师。啊，不客气。七宝，黑衣人呢？他从窗户逃走了。这儿的人都得查，谁都有作案嫌疑。一定要登记仔细啊！林探长，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儿？如果没有我什么事儿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先回去了？八爷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刚才我们晚去了一步，让罪犯给跑了，但是在他逃跑过程当中，他在洗手间的窗户上留下了指纹，所以我们还需要大家的配合，留下指纹，等我们对比之后就可以离开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没搞错吧？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也许罪犯还藏在我们当中，不仅在座的各位要调查，今天来过这个剧院的所有人我们都要调查。令探长，那指纹是什么玩意儿啊？是，就是我们手指上的纹路。我们每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，林探长特别照顾。那就劳烦各位留下你们的指纹吧。哎呀，本来是想看一场魔术师的精彩表演，没想到在这儿惊魂一场。徐大律师，赵某今天第一次见到你，荣幸之至。好，改日啊，咱们找个时间好好叙谈叙谈。那一定。好，后会有期。告辞。哎，赵经理，不好意思，我知道你很忙，但我有个小事情想请教一下。请讲。林探长跟喜宝小姐是亲生姐妹。那为什么他们不姓一个姓呢？哎呀，这件事儿啊，那说起来可就长了。这林探长和喜宝小姐的亲生父亲是震天门。
当，冷饮茶亭。今天召集大家来，就是请你们一同合计合计，究竟是哪儿出了差错。但是黑夜判官不可能还活着，他早就死在18年前了，我们都是亲眼所见。爹，他不可能还活着，他早就死了。既然他人死不能复生，那么必定是有人假借他的旗号在装神弄鬼。我们一定要查出这个人到底是谁。喂，啊，我是常公子，有事吗？徐律师，请你带着锦香姑娘到舍下来一趟，我们母子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二位商量。现在吗？对，越快越好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啊，他中毒了。哦。没有钱，那我的孩子生下来我拿什么养他呀？你拿什么养？我们娘俩还不知道靠谁呢。
常侍勇倒是痛快，就这么一蹬腿死了，剩下我们娘俩受人欺负。少爷，警察局的人正来关的。什么？娘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警察局的人在动我爹的棺材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今天林探长找我，说是为了尽快破案，要把你爸的尸体拉到警察局去做什么解剖。开始我也不同意，可他说了半天，我觉得在理儿。虽然我也不想让你爸死了，那身上还开肠破肚，可不这样就有可能抓不到凶手啊，所以我就狠狠心答应了。哎呀，娘，开肠破肚。开肠破肚，袁老爷，你怎么死了还要遭这样的罪呀？锦香姑娘，你也先别着急啊。既然你已经怀了我们常家的骨肉，我们常家不会不管你的。你放心，只要我们常家有一口吃的，就少不了你们母子两个的啊。你们先去吧。好。师傅，结果怎么样？你的判断没错，常世勇是被毒死的，毒药是乌头碱，从他肠胃的消化物来分析，应该是和当天晚上的食物一起服下的，在一个小时以后毒性发作致他死亡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常世勇的死跟他身边的人有关系，难道是邱锦香？剩下一个空壳子，咱俩一点钱都没捞着。还有啊，那警察局一旦查出你爸爸是被毒死的，咱俩可全都露馅了。要不咱们今天晚上就跑吧，什么也别管，听我说，咱俩赶紧跑啊。先别急，我能不着急吗？听我说啊。哎呀，你说，即便是我家没钱，我们手里不还是有件金丝甲吗？那一定能卖个大价钱。不行，全江州城都知道那个东西，谁要把那东西拿出来，谁就等于不打自招，自个儿是凶手啊。那东西真的不行。哎呀，宝贝儿啊，你是不是忘了，谁在幕后主使我们杀的我爹，就是那个老东西啊。那不是一直惦记着咱家那件宝贝吗？杀人的事他也逃不了干系。要不这样，我们马上去约他，跟他好好谈一谈。我相信他会知道这里的轻重，一定会出个大价钱的。对，是他让咱俩杀人的。咱俩要是被抓了，他也跑不了。要是那个老东西不肯出大价钱，咱俩就把他给抖出来。没错。要是那个老东西肯出大价钱，咱俩拿了钱就赶紧跑吧，去找个没有人的地方，咱俩好好过日子，不要再整天提心吊胆的了。哎呀，我这心呢。哎，你干嘛呀？
松香，只要沾上火，不到半分钟就会被烧断，而你们头顶的这个钉板就会狠狠地砸下来。想过这种死法吗？不要！求求你，我不想死啊！不要！不想死的话，就说出是谁指使你们做的。我要那个人的名字。赵庭轩，逼我们杀死老爷，把所有杀人罪过都推到你身上的那个人，就是赵庭轩啊！赵总经理，这该怎么办呀？这个，再这样下去，票号就要倒闭了呀！别急嘛，老陈，咱们票号呢，只是一时遇到了难处，我正在解决。可是赵总经理，我不能不急呀，票号资金严重匮乏，眼看就要撑不住了。我知道，老陈，你呀，先回家吧，我会妥善处理的，啊。赵总经理，您可快点啊！啊啊！真的是走投无路啊！我有罪，我可以将功赎罪啊！最可恨的是那个赵庭轩，这么多可怕的事情都是他逼我们干出来的，你饶了我们吧！想活命的话，那就用赵庭轩的命换。好，我听你的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我爹他怕你，赵庭轩也怕你。你们之前发生过什么事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，如果跟我们两个相比，你更想让赵庭轩死，我也想让他死啊！我用那叠金丝甲把他给勾出来，任凭你处置。那金丝甲在哪？就在我们手上。这是赵庭轩一直想要的东西，我一直没有给他。一来，风声太紧；二来，我怕那老东西跟我耍诈，过河拆桥，所以就一直没有给他。那你现在可以给他。喂，是赵总经理吗？程旭明。你知不知道警察已经把你们家和小公馆翻了个底儿朝天了？你和锦香的事情马上就要暴露了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你们两个人必须马上离开江州，记着千万不能再回去了。你们的地方已经被警察监视了。赵总经理，你说的倒轻巧，我这一分钱没有，我往哪儿跑啊？
还有，那件金丝甲你到底要不要了？我当然要。你们在哪儿？东西是不是在你们手上？随身带着呢，有备无患。不过先交好啊，下次得翻倍。好，不过你得给我时间，容我筹一下钱。记着，今天半夜12点，咱们在江北码头见面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那就这么定了，不过你千万别跟我耍花样啊！放你的心吧，你们图的是钱，我要的是货。我跟赵定轩说好了，半夜12点，江北码头交易，金丝甲就藏在小公馆里，十分隐蔽，只有我跟锦香知道。那锦香留下，你跟我去取。师娘，不要走，不要留下我一个人，不要留下我。旭明，你不要走，不要留下我，我害怕。不怕，不会有事的。我马上回来接你。这个人其实他就是个屁，想跟我斗，哼！上车。你是怎么跑出来的？黑夜判官呢？黑夜判官，他上我的当了。果然如赵庭轩电话里所说，警察局的人真的在小公馆设了埋伏。哎，你说黑夜判官他再聪明，他能想到金丝甲是穿在你身上吗？啊，估计啊，现在已经被乱枪给打死了。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
去哪儿？啊，你把金丝甲脱下来，咱们呢，去赚大钱。东西带了吗？钱带了吗？你们两个拿着钱赶紧走。实话告诉你们，我刚刚得到最新消息，警察局方面已经从小公馆找到了没用完的毒药。凌小谷断定，你们两个和你爹的死有关。这些我都知道，不用你操心。不怕，有我。秋锦香和常旭明都死了，
是，在江北码头，都是一枪毙命。我们会尽快抓到凶手。免了吧。常家这个案子折腾了这么久，上面有限期破案，我的压力有多大，我想你是知道的。这件事牵扯面太广，你要是真查下去，恐怕麻烦会更多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既然凶手已经伏法了，就不必再大费周章了，你说呢？局长，可是这个案子现在还有很多的疑点。还有什么疑点？他们合谋毒死了常世勇，然后又为了金丝器鳞甲互相残杀，案情就是这样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别钻牛角尖了，想想看，案子了结了，你我不都清静了吗？这事你就别管了，就这样。老爷，您回来了。您慢点。陈丈放开了吗？他正在屋里等您呢。你们两个把门给我看好。是是啊。赵总经理，您总算来了。这票号的事儿，您老得赶紧拿个主意啊。老陈呐，放心吧，咱们恒通票好，那一时半会儿垮不了。可是恒通没钱呢，赵总经理，大笔资金都被您抽走了。东家在山西中风病危，管不了事儿，咱这边全靠您一个人撑着。这钱上头，一旦有个风吹草动，立马就会有挤兑风波呀。我清楚。老陈。今天你来我这儿，别人不知道吧？
不知道啊，您不让我保密，不跟别人说吗？那就。舒服了吗？嗯，舒服了。啊，我来啊。嗯，
找你有两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我得感谢你。感谢你在常世勇的这个案子上给我提供了常世勇人头的重要线索。不用谢，应该的。不应该。喝酒。啊，很多事儿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，不是你想要主持公道就能主持公道的，就算你是个警察他也没用。林探长，我是这样理解的。徐查理啊，林探长。徐查理，你这喇叭我们警察局也有。你简直太有钱了，你怎么就那么有钱呢？我要去跟你当律师，去叫妹心去。林探长，我们都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的。我呸，我才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的。我不当警察，我想去当律师。我说我要是不当警察，谁去除暴安良？谁去为民除害？我特别想当一个好警察，你肯定能理解我。哎，因为你是一个有职业精神的。是。昨天他们家瓦斯爆炸，引起了大火。等救火队赶到的时候，他跟他的保镖都已经烧成焦炭了。死的真是时候啊！还有，亨通票号的东家早在半个月前就在山西中风了，估计现在就剩一口气。管账的那个陈先生昨天也失踪了，到现在连毛都找不着。兄弟们，把门给我砸开！无论如何，今天我一定要看到柜台上那个账本。是，小少爷。有一个兄弟不知道被谁刚刚塞了个小纸条在口袋里，是有关赵庭轩的消息。赵庭轩是假死，他还在江州城。赵庭轩没有死啊。少爷，那么要不要去查一查？查。这种消息一定不是空穴来风。哦，对了，赵庭轩的尸体还能认得出来吗？听说都烧得面目全非了。哼，这老狐狸，玩金蝉脱壳。
兄弟们，全城给我搜！是是。喂，林探长，赵庭轩没死，在哪？三天，只要再等三天，我就会带着钱和金丝软甲坐船到美利坚去了。我接到线报，赵庭轩没有死，而是藏在这里，被你抓到。哦，我也是正好，正着。等等，人不能带走。这个老东西骗了震天门一大笔钱。除了震天门之外，恒通票号大大小小几百的主，他们都是受害者，所以赵庭轩必须得带回警局接受公正的审判。笑话，得罪震天门的人由震天门自己来解决，你们这些警察信不过？信不过也得信。现在是讲法律，商议好，你最好别乱来。小果，你身上流着的是上家的血，少给我讲什么法。上家得天下是刀口上舔血拼出来的，震天门认的是拳头，不认你这些官家世故。上午把人给我带到。
震天门的人给我听着。林探长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林探长，那天你在我家。找我什么事儿？我听说你们已经抓到赵庭轩了。耳包够快的呀！一言难尽，谁能想到100多年的老字号恒通票号会发生挤兑事件？不查不知道，一查才知道，他们早就已经寅吃卯粮，并且。账面上已经有大量的资金不翼而飞了，这一切
都跟那个炸死的赵廷轩有逃不开的干系。那天晚上死在他家里的应该是个替死鬼吧？嗯，他的账房陈先生，他死了，除了赵廷轩之外，就没人知道恒通票号储户的那些钱跑到哪儿去了。哦。你怎么打听这事儿啊？难道是有人雇了你打听那些失踪的钱在哪儿？震天门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误会，林探长误会了。我这次来呢是毛遂自荐，担任赵廷轩的辩护律师。累累，十恶不赦，可你为什么主动的给我当辩护律师呢？因为我知道，如果不被警察抓住的话，你赵廷轩还是有退路，至少你手里还有一大笔从恒通票号卷走的钱款。警察和震天门至今都不知道这笔钱的下落。对对。徐律师啊，你是个聪明人，聪明。可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要是受警察局的委派来和我谈判，让我拿那笔钱来换取减轻对我的刑罚，你就免开尊口。赵先生，别紧张，啊，我这次来不是代表警察来跟你谈条件的，我代表的是震天门。震天门？你让我放了赵廷轩那老家伙，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？以目前的状况来看，我们两个应该……
饶不了你。林探长，林探长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，啊？不错，这牛排，买点儿。我知道你着急，我也急，沉住气儿啊！明天一早，我就去日富银行，把你们要的金条给取出来。哎，我再说一遍，咱们必须按事先说好的办。之后，你让你的兄弟把我送到码头，我只要一登上了去美国的大轮船。咱们的事儿那就算是两清了，从此那是井水不犯河水。对，从明天往后，你走你的阳关大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星球。小少爷，我佩服你能够在这恩怨分明四个字儿的前边摆上个利字。就因为这个利字，否则的话得罪震天门的人早就尸骨不全了。那是那是，可时代变了，这个也得变。放荡江湖不能只图什么义气恩仇，那是虚的没用，得来点实的。这个真金白银，那才叫实惠。